喂，你好，是李小姐吗？我是啊。李小姐，我是英国领事馆驻马来西亚的翻译员杨一，我们想通知你，你的未婚夫 Mr. George Ho 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，但还有些事要你来处理，因他把240万美金转了你名下，你要到马来西亚办理一些手续，钱才能拿走，请你今天来马来西亚我们的英国领事馆找我们。不理几远的地方我都会去，因为我相信幸福是要自己去争取。李小姐，我是杨一 Mr. George Ho 因为已经过期停留马来西亚，现被他们押解上机，准备送回英国。放心，他说回到英国处理好事情就会跟你见面，请你来吉隆坡直接到我们的办事处，等一下我会把地址发给你，请你准备5000块美金，是用作从海关取出240万美元的手续费，这费用我们领事馆已代你清付。同自己爱的人一起白头到老不是一个传说来的，我要拥有，所以就要付出。喂 ，George。BB， 回到英国了，辛苦你了。唔辛苦。George。嗯。你仲爱唔爱我啊？我爱。我还要跟你结婚。啊 ，BB， 钱拿到没有？没啊。他们要我买那些什么药水，那些钱上面有我的名字，要洗了才可以给我们。这是保安的问题，如果他们通知你，你一定要付钱买这个药水。 BB 啊，我们的钱就靠你了，这些钱可以安定我们的生活。叔叔，我冇钱啊，我真的冇晒钱啊，我好惊啊。不用怕，你可以问你的朋友借，处理好我们立刻还给他们。我已经问了我最好的朋友借了30万啊，叔叔真的冇晒钱，都冇晒朋友可以借的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好啊。你试试问财务公司借，我们一有钱就离开玩了。我真的好惊啊 ，George。BB 啊，我现在有点事要处理。哦，明天再来那里。你先去休息一下吧。唔好啊，你唔好走啊。BB， trust me， I love you。George， 你现在是想想我们结婚的时候。去哪里 honeymoon 是不是很开心啊？那你好好休息了，拜拜。我回到家第二日，杨一就打给我。咩啊？我哪有咁多钱啊？这个药水是特别的保安药水，比较贵。我抌咗100几万出嚟噶啦，我冇啊，我哪有200万美金啊？或者你跟你未婚夫商量商量。我同你讲到最后一次，我冇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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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有再打给 George， 我也不想他打给我，因为我怕知道事实的真相。可惜
George。BB， 他们叫你付钱，为什么你不给？我真的没钱了。BB， 我知道你很辛苦，可是这是为了我们的将来，我们一定要想这个办法去解决，好吗？怎么想啊？这样吧，我先是跟他们提一个方案，我们先用一些钱去买一点药水，然后用这些药水把印有你的名字的钱磨掉，然后我们再用那些钱去买多些药水，你觉得好吗？得过。我真的很想跟你结婚，你知道吗？ Wedding ring 我也买好了，等一下把它交给你看，可是你不要太介意，太普通，我真的没有钱买这个 wedding ring 的钱，也是问我的朋友借的，所以我们的钱一定要拿回来。 George，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的？我爱你。嗯，最后他真的发了一张戒指相给我。其实当时我心想，戒指便宜贵真的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他的心。最后我都是给了50,000美金，希望可以早点拿回钱，因为我仍然相信爱。喂，你好，李小姐，两天内你要再给多50,000美金，一样打进前天的户口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钱啊，我真的没有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事儿我帮不上忙，我只负责通知你。我没有了。再见。我在做紧啲乜嘢？George 的 message 说要我将50,000美金在下星期三之前入下去之前的户口，否则我们的将来就没了。我直接回应，我跟他说我真的没钱了。 George， 你何时来找我？之后不停在这里等，我等了很久，每天都在这里等，最后我再等不到他任何消息。相信我，我们结婚吧。 I love you， wedding ring 我也买了。你现在是想想我们结婚的时候去哪里迷路？ I will never lie to you， 我就过来香港见你。 BB， I miss you。如果你做得不开心，那就不干。Don't worry，
be happy. 嗯。哎，冰姐，老弟啊 ，Which one is better？